在京都，我们淘到了这件东京五六十年代夏奈尔店铺的模特胶合板金属配件，胳膊腿可以摆出各种造型。模特让人想起小时候那种活动的纸片小人，很简洁，很好玩。这天我们带着他逛了逛京都城，因为不久就要出发去重庆服装店了。想他挺可怜的，也没有怎么逛过街，临行前带他出来玩玩。